巍巍嵩山，古刹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，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，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拳归一。横叉，两腿左右分开，向两侧叉开，直身呈直线落地，上身挺直，竖叉，两腿伸直，前后分开，直到两大腿贴地，少林武术基本功练习。腿功，正压腿，左脚提起，脚跟放在墙角上，脚尖勾紧，两手扶按膝上，或双手抱紧前脚跟，两腿直立，立腰，上体前屈并向前向下做镇压动作。练习时左右可交替进行。侧压腿，右脚尖外撇，左腿提起，脚跟放在墙角上，脚尖勾紧，右臂曲肘上举，或右手用力扳住左脚掌，左掌立于右胸前，两腿伸直立腰，上体向左侧压阵。练习时左右腿可交替进行。后压腿，右腿支撑，左腿举起，脚背放在某一个物体上，屈膝并做镇压动作。练习时可两腿交替进行。普步压腿，右腿屈膝蜷蹲，蜷脚着地，左腿伸直，脚尖内扣，然后两手分别抓握两脚外侧，呈左扑步。右脚蹬地，右腿伸直，重心左移，
左腿屈膝蜷蹲，转成右蹼步，练习时可左右蹼步交替进行。正扳腿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左手抱膝，右手握住左脚。左右交踢练习。侧扳腿，右腿直撑伸直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左手经小腿内侧扳住脚跟，随即将左腿向左上方扳起。腰弓，前俯腰，两腿挺膝，直伸。挺胸，塌腰，收腹，上体尽量下屈。拧腰，右臂侧平举，手心朝下，左臂曲肘平举于胸前，手心向下，右腿屈膝前踢，左右交替进行。涮腰，上体前俯，两臂向左前上伸出，左右交替进行。下腰，两脚开立，以肩同宽，两臂伸直上举，腰向后弯曲，抬头挺胸，两手撑地成桥形，